我们这个家很朴素，我们三个人很单纯，我们与世无求，与人无争，只求相聚在一起，相守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。碰到困难，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，困难就不负困难。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。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，都能变得甜润。我们稍有一点快乐，也会变得非常快乐。